收到剧本的当下，绝对在整理。暗喜被掉，我给你看，外地来地耍宝，要记得穿比不穿还凉，钱比摸钱不卡凉。知青叶雅伦一家团圆处女秀，说台语剧本觉得在整我。我是新人呢，八点档新人，拍戏怕疑哦。微微的紧张。哎呦喂！炎亚纶上空中首次降临八点档客串演出，还用普洛台语杠上苗可丽，此情此景啊，被形容是与三立大破冰哦。本来就没戏啊，对啊，几年前尘封往事，如果你还停留在那时，表示你原地踏步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会热吗？哇，是先知炎亚纶呢！炎亚纶的台语你敢袂晓讲？我是袂晓，应该是讲国语就好。是啥意思？亮起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笑！我答案可以 OK 啊！一二三四，先买花银。外国型一雄系，好，而且又好亲切。你怎么会讲台语？很棒哎！然后这一次知道一家团员可以接回来，我想说，想再看一下这样子。是这样吗？想我没有那么欠虐吧？台八很好玩的地方就是把所有的时事都可以放在里面啊。我毕竟跟时事就是那么贴近啊，时事就是我，就是时事。昨天大家知道你要来的时候，都想说没办法想象你讲台语。干嘛呢？收到剧本的当下，觉得在整。最喜欢哪一趴哦？最喜欢跳那个王心凌那一场。有备而来，我先做功课。有熊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炎亚纶。爱会记得收看，一家团圆。你怎么讲？一家团圆。哇，暗喜被掉，爱会记得看，我会在内底耍宝。要记得穿比不穿还凉，穿比摸穿不卡凉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没有，那个大楼的脚正对我，让我不开心。不开心。拿下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怕的。